要想吃东西特别容易，用脚去够。这是起点，你能碰着第一个喝汤，能碰着第二个吃粉，碰着第三个吃臊子，那我死定了，完了，这太远了，我讲这太远了啊！等会儿，先把我扶起来一下。不是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讲，就把蛋扯了，他也够不到啊。村长，你这是欺负我，我就躺下，我也够不到啊。再说一遍啊，每个人都有三个，你要是只能碰着一个，就只能喝汤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对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开个胯，等会儿啊。预备，预备，比赛开始。一个个来呗，对，一个个来。我先现眼了啊！不是，你要不要先运动运动，别扯着。不是，第一个我第一个完了之后，我再运动运动呗。哎呀，真的可以，真可以，可以。哎，这碰到汤来了，汤有了。这腿长是好，你看这脚长腿长，你这游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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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那个按胡的音乐先给我放上。来来来。那臊子真不要了，没法要了。这样，咱们再让商量一下，行吧？咱再往前点，好吧？啊，这是刚才那位置。对呀、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就差那么一点。哎，对，对吧？就差那么一点啊！来，我给你倒啊！来来来，我办完臊子啊！啊，我就不干了，来。有了。来，师哥，我觉得你也差不多，你知道吧？来来来，试试试试。一点点啊，可以啊，来。脚尖，脚尖，脚尖。哎呦！你爸爸不行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你爸爸不行。我不是教过你这样练吗？哎呀，啊，对对对，怎么着？咱们赶紧去点火上火行吗，大俊哥哥？啊？来，我跟你走。你干嘛跟着我？对，玩水缸。水缸。哥哥，不是赶紧玩吗？赶紧玩！哎呀，一点啊！一点！再多点！一点！哎呀！最后那一下。他肯定咧着了，他肯定咧着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没问题，我没问题。打这个电影。